求求你了，姑娘，你快走吧，行吗？别让他们抓着你了。我走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怎么来了？这回知道我说的没错了吧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们正愁着抓不到你呢，你怎么还自投罗网？你先说，我们俩到底谁说对了？行，你说对了，是我看走眼了，被先疯了给骗了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凤老爷。俗话说，傻子和骗子是成对出现的。人家凤老爷看上去也不像不讲理的人啊。看人不能有偏见，不能因为儿子混蛋就殃及池鱼啊。再说，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，把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不给面子不合适吧？这些话你记得倒是清楚。对，你得罪了我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我求求你了，姑娘，你快走吧，行吗？别让他们抓着你了。我走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别帮我了，我去给你垫后。你看你都什么样了，半条命都没。还想着保护我，现在没工夫跟你斗嘴，走。想谁呢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那么多花花肠子，姑娘长姑娘短，还有哪个相好的放不下呀？告诉本少爷，我一定帮你把话带到。好，那你帮我去给你爹带一句话。就说胡大爷追到天涯海角也会杀了他为众将报仇的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打死你。你把他给我打死，明天我砍你的头发。滚。是是是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这好日子快到头了。来人呐，把杀害钟家父子的江洋大盗胡斐押上来。
胡匪的同党给我听着，本少爷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再不现身，他的小命可就没了。怎么，没人来救他是吗？哼，就知道你是个胆小的鼠辈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这就送他上路。杀！行行，不是老头杨三吧？怎么不是罪犯胡匪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这去大牢！来人，走，回大牢！我是昨天急着去见一个朋友，就先走了一会儿，没想到就找了他俩的道了。废了，爹，是儿子一时大意了。住口！马上派人去查，挖地三尺，也要把这人给我找出来。儿子这就去办。去啊，滚！